小，你要来的就是这种地方。怎么了？你听清楚，需要动脑子，动注意智力发展。乌烟瘴气，不是你这肚子该来的地方吗？那我就觉得这里很好啊，注意智力、勇气、防骗、计算，各种能力的发育。这点钱给你，把他们分给所有人，不要让他去赌注册。撤什么呀？继续玩啊！哎，怎么走了？继续玩啊！故意跟我较劲是吧？既然你住进了我君王府，就要对你的身体负责，更要对肚子里的孩子负责。你既然觉得亲嘴不算什么的，你亲过几次？是不是就是当君王？是他的君王，谁要跟他亲过？你又在胡闹什么？哎呦，肚子好痛！对外人有说有笑，对我就剑拔弩张，可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。什么身份？这个身份，反正啊，他长在我的肚子，我爱怎样怎样，你管得着吗？以我如今已有肌肤之亲，你已经是我君王府的人，你说我管不管得着？一会儿我派人送来安胎饮，今日喝不完，明日就凉了。完美，连汤都这么不杀伤。大白天的在这做猪肘，看来以后每天还得派人盯着你喝药。怀孕又不是过了，裤子要糊了。你以后不许单独的跟别人说说笑笑。你说招王吗？为什么？我会吃醋。天哪，居然变得这么直白！身孕一定得一直装下去。三餐饱食，朝暮相当，卧雪懒腹，不解思量。如人，先解释下刚刚送读的内容。这个写得好啊，是说女子们三顿都要吃得饱饱的，早饭和晚饭要吃得一样多，不能偷懒，饿一顿饱一顿的话，饿了就没有人管饭。今日皇太妃亲自督促你君王府二人入宫洗礼，你态度不端，手伸出来吧。还剩多少？此超也办不到，只有是超书才能制住。要保险，太好了，那我去吃点宵夜。不许走！鼻子真好看，哎呀，这么多睫毛，还是个睫毛精。这么看我就有点坏了。静流心声，你是在想坏事吗？